那梁雨生哪里知道啊？他急急赶赴的是别人设计好的一个陷阱。等他到了后花园的时候，果见一个人在黑暗处等他，那么他当然认为此人就是娄家小姐呀。可是刘大人，他与娄家小姐只是隔墙而望，并不认识她的容貌。再加之月色难辨真伪，所以说迷茫之中，稀里糊涂被别人推下进去。 刘大人，所以说，本官认为小姐之死跟梁雨生成为凶手，是一个蓄谋已久的既定结局。您觉着有问题吗？宋大人所言有凭有据，令人心服口服啊。只是那丫鬟之死，既然他们是同谋。 为什么要将他杀死呢？刘大人，秋月之死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因为秋月虽是同谋，但他不知底细，他与袁生牵线搭桥，不过是想从中间得些好处。他不知道，这个游戏做到最后是要死人的，而死的恰恰是与他多年相处的小姐和一个穷困潦倒的书生梁雨生，所以说秋月心中必是有愧呀。 而且是郁闷难事啊，再加上我们勘察此案，那么主谋者看在眼里，可就急在心上了。知情者是一定会说漏嘴的，所以说他就派袁生把秋月也杀了，而袁生跟秋月本来就熟，他是可以进入秋月的卧房的。 怎么了？生气了？我来陪陪你。那秋月万万也没想到自己会死在袁生的手里，临死前所能留下的唯一线索就是抓伤了袁生的脸。两位也看到了，袁生脸上确实是留有抓痕。 可是宋大人，我还有一事不明，为什么员外的脸上也有抓痕呢？员外，这事儿得让你自己说呀。宋大人，我也糊涂了。那天半夜我睡得正香呢，这夫人呢突然的惊叫起来就醒了，她是又打又抓呀，把我这脸给抓破了。我问她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她说是刚才做了个梦。 梦见郑和人家吵嘴打架呢，你是不是骗我呢？你，哦，原来娄夫人抓伤娄员外的脸是有目的的，意在造成错误的判断，把员外当成杀害秋月的凶手了。哎呀，我还差一点信了。什么？把我当成杀人凶手？是啊。 你怎么敢嫁祸于我呢？你这个黑心黑肺的臭婊子！是我干的，全是我干的！我恨你娄家的人，还有你那可恶的女儿！你简直是疯了！他简直是疯了！我花500两银子从妓院把他赎出来，让他到娄家来过好日子。你穿的是绫罗绸缎，吃的是大米白面呢？难道这还不够吗？ 你竟敢贪恨我！不够，怎么了？你把我赎出来，不就是为了给你生儿子吗？你嘴上不说，心里就是这么想的。还有你那个女儿更可恶了，我来你们家8年了，从来没给我好脸色看，还当着丫鬟们的面骂我是个臭婊子，连我生的儿子，他都爱理不理的。 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吧？难道宝儿不是我的心肝宝贝吗？啊，那宝儿是我娄家的独子，他将来是要继承我们娄家的财产的。你是宝儿的母亲，母以子贵，哎，这些财产还不都是你和宝儿的吗？对，难道这还不够吗？我幸亏有个宝儿，可你呢？你有什么呀？啊？ 给您的宝贝女儿 定了一门亲，
对方是有财有势啊。可你还答应他，把一家绸布店和数百亩良田送给他当陪嫁。哼，说不准哪天，你俩腿一蹬，你那可恶的女儿女婿把我们母子赶出大门呢。宋大人，你，所以啊，他就必须先下手为强，除掉你儿子宝儿所有的对手，让他稳得你的全部家产，再有，让他这个出身下贱的母亲获得应有的权利和尊严。这，你真是疯了！他果真是疯了！你看他怎么能这么想呢？他做出这种害人的事情，哎呦，你说我这娄家前世谁造下孽哟，让我落了个这么个下场啊！好，宋大人，那你说这个袁生是被谁杀死的呢？还用说吗，刘大人，当然也是这位幕后指使者呀。他与袁生共同设下了骗局，那关系绝对是非常密切，绝非一般。怎么最后他会把袁生给杀死呢？刘大人，原因很简单，那袁生是个浪荡公子，他怎么会相信袁生呢？他连自己的丈夫都不相信，怎么会把自己交给袁生呢？袁生不过是他自己实现目的的一个工具而已，那么工具用完了，自然要处理干净。我说的对吗，娄夫人？哼，宋大人，你果然心明眼亮，说的一点都不差。可惜啊，娄夫人，你虽然曾经身陷污泥，但已经从良多年了，为人妻，为人母，该收心从善。怎么就因一两声讥笑，三五言冷语，暗生仇火，设下如此毒计？你就没有想过，你害了别人，反而就会害自己。你的宝儿怎么办？六岁小童失去母爱，你现在想想，值吗？宋大人，我……妈妈，宝儿。在学堂要听先生的话，在家要听老爷的话。老爷，你先带宝儿回去吧。那么先领宝儿回去了。宝儿，去。宝儿，妈妈，宝儿。妈妈，这头发干什么的呀？听好了，想妈妈的时候，你就看着头发，就像看见妈妈一样啊！答应妈妈好吗？我答应你，宝儿。好了，夫人，走吧。
先生，赵秋月的，你拿去当物证吧。掌管刑狱，重要的是人命关天，不可因为男女避讳就错失断案良机。笑什么笑？哦，明姑，嗯，你那一首蝇头小楷最近也是颇有长进啊。这样，你把本官所有经历的案例都给记录下来。我是想有一天啊，你说掌管刑狱的人看了，不也算是一件善事吗？您这一部流芳百世的奇书，我怎么敢染指啊？什么叫流芳百世？当然能啊。英姑啊。啊？不妙啊。怎么了？哎，拿去烧了。为什么要烧啊？英姑啊。你说这要是掌管刑狱的人看了，或许有所帮助，这要是落到坏人手里可怎么办呢？您是怕坏人得到他之后反而会教他们怎么作恶？这不成了一把双刃剑了吗？大人，其实啊，您完全可以不这么想。为什么？不是有句古语，魔高一尺，道高一丈吗？也有点道理，毕竟还是利大于弊，是吧？对呀。那行，来，那从今天开始，这部书就交你保管，不可泄露到别人手里啊。放心吧，我会像保护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他的。你又言过其实。苹果，嗯，你写了啊。哎。那就暂时不烧。暂时不烧，大人，您还是要烧啊？那可说不准，说不定我哪天一把火把它点了。那好，我就多一个心眼。你心眼本来就不少。对了，大人，您赶快回去吧。干嘛？我在这儿挺好的。夫人回来了。啊？夫？回来就回来吧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真是，您就别在我面前装了，您心里啊早就盼着夫人回来呢。胡说，本官是那种黏黏糊糊的人吗？不是不是，是夫人黏着您。哎，这还差不多。您赶快回去吧。这个知道了，你赶快回去吧。二豆腐脑，卖豆腐嘞，嫩豆腐、老豆腐、豆腐干、豆腐脑。就是他呀，就是那个人。哎呦，快点回回回！就是那相思人，就是他，就是这恶人呐！知知面不知心。卖豆腐嘞，豆腐干、豆腐脑。就是他呀，别吱声！卖豆腐嘞，豆腐干。哎，你买豆腐吗？卖豆腐嘞，卖豆腐喽。哎呀，又来了，就这看样子挺老实的，像恶人呐。就是他老实。贱人，贱人。
贱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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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哎，这位客官，来块瓜解解渴吧，又脆又甜。来来来，哎，就这块。哎，好好好。嘿嘿，我这西瓜又脆又甜。再来一块。好嘞。哎，坐着啊。哎呀，这么大热的天儿，太阳快晒死人了。这位客官。怎么偏拣这个正午时分赶路啊？哦，那早晨或者晚饭以后还凉快点儿，免得受这罪呀。大叔有所不知啊，只因家母病中思念女儿，命我前来接包姐回去看看，我是不敢延误母命啊。看得出来，客官是个忠厚老实的人，果然是位孝子。哎，令姐也住在这城里？家姐是从太平县嫁到此地，姐夫姓杜。叫杜松啊？谁？哎，就是城里开豆腐坊的那杜松。正是。大叔，你也熟悉我姐夫？那这么说，你就是那杜松的七舅爷？正是，晚辈叫李丁。啊、李公子这次来接你姐姐回娘家。怎么，出什么事了？难道你们娘家人一点没听说？听说什么？城里传闻令姐，我姐怎么了？什么也不知道，什么也没说，我们也是听人说。你呀、啊，还是问你姐夫去吧。啊！哎，客官，这。松儿，你给我过来。娘，您怎么来了？您身子有病，不在房里躺着，到作坊干嘛来了？你给我跪下。娘，不知孩儿做错了什么，让娘气成这样。松儿，我问你，你媳妇儿已经离家三个多月了，到现在还不回来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哎，原来是为了这个呀。娘，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她回娘家去了。她回娘家了，那你就应该把她接回来呀。那贱人在家，经常对您白眼相向，恶语相加。孩儿恨不得一纸休书，休了她才解恨。住口！你媳妇儿再不好，她也是明媒正娶的呀。她已经离家三个月了，你就应该赶快把她接回来。他在家呀，就经常的惹您生气。他要是一回来呀，哼，你又得整天看他的脸色。娘，这事儿您就甭管了，还是自由主张，您快回房躺着去吧，我这还有活呢。你过来，松儿，我知道你是为了娘才跟你媳妇闹不和的。娘已经是风烛残年了，不知道还能活多久。为了娘让你们夫妻不和，娘就是死了也闭不上眼呢。娘，既然您这么说了，过几天我把那贱人接回来就是了。何须改日，现在就把她接回来。这事儿啊，容孩儿仔细想想。是你把你媳妇儿打跑了的，你就应该负荆请罪呀。你现在把她接回来吧，接回来这还有什么好想的？负荆请罪？明明是那妇人不贤，为何要孩儿负荆请罪？那我问你，你是不是不愿意去？若是要让孩儿负荆请罪，孩儿宁愿去死。那你是不愿意去呀？
还是不敢去。不敢去？啊，还是听不懂娘的话。那我问你，那么街坊的话你总该听懂了吧？街坊？还是这些天也奇怪了，不知道街坊嘴里神神叨叨念叨什么，害得我呀连生意都做不成。街坊们都说是你把媳妇给杀了。我就知道这个贱人是个祸害。街坊们说是我杀了那个贱人。你究竟干没干的事儿？为人不做亏心事，半夜不怕鬼敲门，街坊们爱怎么说怎么说。对那贱人我还真是眼不见为净。姓杜的，我姐怎么得罪你了？你竟如此恨她？原来是我们家舅爷呀。那我不知道我哪得罪你了啊，一进门就怒气冲天的。你少装糊涂，你快告诉我我姐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什么？你管我要人？是你老婆，我不问你要人，问谁去啊？哼，她明明回了娘家，你们娘家人为了护她之短，反倒跑来指我的不是。好，你不既然来了吗，就给我捎个信儿回去。那贱人啊，三日之内不自己滚回来，我便休了她。住口！她舅爷，说实话，玉儿是不是在你们娘家？我姐要是回了娘家，我还大热天跑几十里路来接他吗？那这么说你是上这儿接玉儿来了？家母病了几个月了，眼看着病势越来越沉，今日在病中整天念叨着要想见见我姐姐，想让我来接姐姐回去看看的。娘娘娘那娘说街坊们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满城都在说是你杀了老婆，你还我姐，还我姐！杀了老婆，娘。别动，那只是条小鱼，由它去吧。太爷。我以为您睡着了呢，您真是垂钓中的神手啊，连闭着眼睛都能看出这河里是大鱼还是小鱼。你以为只有长在脑袋上的眼睛才能看清楚东西啊？长在脑袋上的眼睛只能看见水面上的浮标，只有长在心里边的眼睛才能看见水底下到底是大鱼还是小鱼啊。太爷，就凭您这番高谈阔论，您只当个七品知县太屈才了。你这是夸我呀还是嘲讽我呀？太爷，小的没有丝毫嘲讽您的意思，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。你紧张什么呀？其实你要是真想嘲讽本县，还真不是没有话伴。想当初我刁某平步青云，官居五品知府，不想却在阴沟里边翻了船，栽在那姓宋的手里，被贬到此地当了个七品知县，你说这不是让天下人笑话吗？哎呀，太爷，那姓宋的只不过是会点验尸验伤的雕虫小技，那有什么呀？什么？你说他那叫雕虫小技啊？殊不知他正是因为那点雕虫小技，才翻了刁某审定的一个人命案子，还以草菅人命的罪名参了我一本。按大宋法律，刁某本来是该掉脑袋的，可刁某不过是官贬三级，还是脱不去这身朝服啊。
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为什么？怎么样，有点奥妙啊？哎，太爷，您就说说，让小的也开开眼吧。用不着我说，以后你会悟出来。啊！太爷，大鱼上钩了！太爷，那大鱼上钩了！哎，上钩了，太爷！什么大鱼？那只是条中鱼。中鱼？不见大鱼不起竿啊！刁大人，还真有点当年姜太公之风范呢。哦，是贾伯谷秀才老爷来了。刁大人，怎么，又是为了哪桩官司啊？贾某是来告诉刁大人，最近有一桩杀人案要告到知县衙门。那么这次贾秀才是坐庄原告还是坐庄被告？这次贾某无心亲手弄送，只不过这个案子里的原告是贾某的世交。嗯，这么说你还是坐庄原告。这个案子有些难处啊。有何难处啊？这原告诉告的是被告谋杀人命，可是缺少证据啊。没有证据你这打什么官司啊？像这样的案件刁大人曾经也办过不少啊。哎，那得看啊。刁大人开个价。哎呀，大鱼上钩了。哎呦传被告杜松上堂。传杜松，走进去。小民杜松叩见知县大人。杜松，有个叫李丁的你可认得？那是小民的舅爷。可他现在是本案的原告，正是你的七舅爷把你告上了衙门。知道这是为什么吗？这才叫恶人先告状。你在那嘀咕什么呢？啊，太爷，不知小民的舅爷为何把小民告上衙门啊？这正是本县要问你的，你怎么反倒问起本县来了？他一定是冤枉小民，谋害了他的姐姐。哦，你倒是承认有这么回事啊？不，没这回事，根本没这回事啊！既然是没有的事，你紧张干什么？这事儿还望老爷给小民做主啊。其实那李丁虽然写诉状告你杀害妻子，却也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证据来。本县立案向来重证据实，仅凭一张没有证据的诉状，本县怎么可能就相信了原告而判你有罪呢？大人，你可真是青天大老爷呀！好，你别忙着歌功颂德，你听好了。虽然原告告你杀害妻子，但他却没有什么证据，所以只要你能拿出证据来证明你没有杀害妻子，本县可以当庭开释于你。小民谢过青天大老爷。那就把证据拿出来吧。什么证据啊？哦，看来你是没有听明白本县的话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本县立案向来重证据实，单凭原告的一纸诉状，本县是绝不会判你有罪的，听懂了吗？啊啊！
但是本县也不能仅凭你嘴上一说就确信你一定是被别人诬告了，所以你要想证明自己没有杀害妻子，那就把妻子带来让本县见上一面，那不就谣言不攻自破，此案不可以当场了结了吗？可是我现在确实不知那贱人到底在哪儿啊。什么？你居然交不出人来？哎呀，这可就让本县为难喽。那贱人3个月前就已经回了娘家。哦，照你说来，你七舅爷是先藏起了他的姐姐，然后再来状告你这姐夫谋杀妻子的，对吗？这我也说不清楚。可你必须说清楚，你要是说不清楚，本县又凭什么相信你没有杀人？大人，我小民真的没有杀人，小民可以对天发誓啊。这是朝廷公堂，不是菩萨庙堂，什么发誓不发誓的，那都是自己心里有数的事，在我这里没用。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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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从头来从头来。本县问你，你老婆3个月前去了什么地方？我想她是回娘家了。你想她是回了娘家，那就是说你并不能肯定她就一定是回了娘家，对吗？那有什么人可以证明她真的就是回了娘家呢？可是除了娘家，我料她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啊。证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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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本县苦口婆心，你怎么听不明白？本县不能轻信原告的一纸诉状，可也不能光听你的凭空猜想。你说你老婆3个月前回了娘家，那就得有人或者是有证据证明她确实是回了娘家，你现在明白了吗？可她要是不回娘家，她又会去哪儿啊？对，这才是本案的关键。你妻子没有回到娘家，那她现在身在何处啊？太爷问我啊。不问你问谁啊？可小民确实不知道啊。你是不知道妻子是死是活，还是不知道她身在何处啊？我反正那贱人3个月前就已经离家出走了。离家出走？哦，这倒是给了本县一个新的思路。那我问你，你妻子3个月前是因为什么而离家出走啊？大概3个月前吧，家母病重躺在床上，正需要人服侍料理，那贱人不尽孝道，反倒把家母气得雪上加霜，我一怒之下就打了他一顿。傍晚时分他就收拾行李逃回娘家了。松儿，你快把他给我追回来。娘，追啥呀？松儿，娘知道你为了娘才跟他吵的架，快把他追回来吧。追啥呀？走了，赶紧。你看天都这么黑了，他要是走了有个3长2短的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娘，他呀准是回娘家去了，你回去吧。几十里路他怎么走啊？快把他追回来吧。好啊，快去追啊。小民当时听从母命，又看天色已晚，
也想追那贱人回来。可我刚追到门口，那贱人已经不知去向了。哦，本县似乎已经听出点眉目来了。听你刚才所言，你是一个孝子，而你妻子李玉儿却不尊妇道，不孝敬公婆，尤其是在你老母亲卧病期间，还常常恶语相加，致使你母亲病体雪上加霜。可是这样，正如大人所言，这种女人，所以你心里边一直对你的妻子怀恨在心，对吗？对，小人巴不得休了那个贱人。可你写休书将他休了吗？老母不允，所以……所以你巴不得一直休书休了你老婆，可你老母却不许你休妻，而你又是一个为母命所从的孝子，怎么办呢？唯一的办法就是瞒着你的老母，悄悄地杀了那贱人。不，大人，我没有杀人呢，请大人明鉴。那天李玉儿遭你毒打，一气之下离家出走，当时夜已降临，而你便不会放过这下手的机会，你就悄悄地跟随在李玉儿的身后，伺机谋命。你要干嘛？干什么？哼，你不是要回娘家吗？我来送你回去。我不用你送。我要是不送，你怎么才能到家呢？那也不用你管。这荒郊野外的，你就不害怕？我告诉你，这世界上唯一让我害怕的人就是你。站住！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那个破豆腐房我再也不想回去了。我也不愿意让你再进我们杜家的门。那你跟着我干嘛？你不是回娘家吗？可是你走错方向了。笑话，回娘家的路我当然知道。你该去的地方是那儿。不是说过了吗？我不送你，你回不了家。不不，救命啊！大人，小民没有杀人呢，没有杀人，大人明鉴。你口口声声称你没有杀害你的妻子，你倒是带着你的妻子来让本县见上一见啊。大人，小民确实不知那贱人在哪儿啊。好吧，那你就慢慢的等吧，不管是死是活，李玉儿何时露面，本案何时拒结，退堂。大人，大老爷，您不能让我在牢中等啊！我家中还有八十的老母呢。大老爷，刁大人，知县大人，小民家中还有八十的老母呢。大老爷，进去，去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，放我出去啊！刁大人，知县大人，放我出去啊！我家中还有八十岁的老母呢。放我出去啊，刁大人！刁大人呢？这被害人娘家的眷属，他……哎呀，这要真是一块蓝田玉，那可就是价值连城啊！哎，您看，凭刁大人的慧眼，难道还不认识真假？
拿回去吧。这可不是刁大人的一贯作风啊。你少在我面前给我卖巧弄乖，你以为我看不出你给我下的什么套吗？嗯，刁大人，此话严重了。我贾某与刁大人也算得上是莫逆之交了，我给谁下套也不会给您下套。可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是说，这受害人的眷属要求惩办凶手，可是刁大人为什么就过了一次堂就把案子搁置一边了呢？是啊，这一搁可就有大半年了吧。